月亮。
小鸟，成
经验，我们有了会社化，我们想留下就变成，我们想变成就变成，我们想说啥就说啥，我们疯狂的说，我们努力的说，我们大胆的说吧。当时我想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得到了语言的解脱，真的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会矫正好自己的口吃。现在我们每个人问题就是要坚定信念，信念就是我们的动力，就是我们心中的一团火在烧，让我们时刻的牢记信念，那就是无所谓，不在乎别人想笑就笑吧，笑掉大牙我们才高兴，我们才释放。我们真的，我们现在要用这种方法动力矫正好口吃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拼搏，在人生的擂台上就是困难把我们打垮，我们也再也学不起，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成功。没有任何阻力，没有任何困难能当作一个勇往无止前行、心中有坚定信念的人。我们相信有能力，在不远的以后，我们会做个强人，会做个很好的语言流利的大强人，成功事业再向我们招手，鲜花再向我们微笑，微风的柳树再向我们招手，好像说你一定。